好嘞，欢迎回到飞行时间。我们上一期整了一支，算是基本上算是毕业的队伍了吧。六个人，这六个人有四个可以随便跳，有一个说是有暗杀能力的，觉得咱这个队伍差不多是七八成的。第一阶段，附近的秘密心底，点不了声源论，有七八成的完成度了。现在我们要组建第二支队伍，同时呢，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。哎呦，有点虚，这个迷雾。说实在，弄得我有点离不开这个地方呀。现在要第二载具，留一个，算是留一个载具开看家吧。那个需要1000，1000得等啊，1000差好多了。那现在就不能有什么开销。加农炮的炮弹还要高斯枪弹加，拆一拆，这个枪不要了，凑1000能不能凑出来？奥丁的先留一留，突击步枪。现在我们不要突击兵了，700多，还有戏，我再拆一会儿，35可不值钱，凑钱没辙。凑1000，我们再来一支部队，那支部队看家，咱这支部队就可以出去打了。但说是那么多，说那支部队没武器，也是个事儿。拆着拆着。没得拆了，这也没多少钱，弹药。我看附近有什么事件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。这里怂，就是我们出去之前得怂。其他任务都在别的大陆，这个地方很容易再次挨揍，所以存个档，要出发，先存个档。啊，这边有很多星的点儿，离这个地方又近。状态不太好，哦，就这个意思。很快的，攻击力9，威胁中，干。我们这支比较成熟的队伍，接下来忍住，不要再做什么新装备了。来个第二小分队，专门看家的，那支小分队也不需要干吧，你别的。看住家就好，人手一把狙，
现在可以差不多来见证我们这个背包队的奇迹。过来要视野，数多吊针，人肉视野发现了五只。Right there。可以直接打。如果视野之内没人，我们就上房。哎，能不能给我个理由？这是怎么打偏的？哎，这个人物可以扔一个。正面这个应该弄死，不急着上房。哎呀，连着打空枪可不好啊。Taking aim。至少弄死一只，这个人枪法好。Hostile down。他上房，还有五个，视野里还有五个。真不少，他们还不往那边走。这儿这个死了，这边没看到，这两只应该是好往死弄的。首先他来，移动到这儿开一炮。嗯，炮太低了。能打死他会被后面人打到啊。How does that taste?
那边我可以来这儿打一枪。再来一个人配合，两枪灭这只。他的意志力太低了，走那儿没意志了。在这儿试试。其他人就别客气了，上房呗。能直接打打，不能直接打上房。过这儿我可以狠狠地给他一枪，但也就是一枪。把枪打掉，把枪打到掉，他就改成喷毒了，还是打腿，腿挡了个严严实实，那就把枪打掉。哦，这还能 miss？ 不讲理呀！Let's do this. 这回不被挡了吧？还就打掉一把枪，这样他可以喷毒的。什么是犄角旮旯能射过来？你狠！您不是很热衷于打箱子吗？哎呦，没死就行，这倒是咱不叫那个汁儿。Preparing to fire. 人家还捂不住反击。
部署诱饵用的四点意志力弹药，只要的一个行动点。他站这个位置还打不了啊！这个货得撤了。My head, I can't breathe. 那里头有俩，这外头不好搞。在这儿又是打一枪，不过我们两个人都能打一枪。别，不用，不一定是打一枪，还真是。他这个武器太重了，上面这个矮栏杆弄他完全没法动手。好吧，那这个货就去捡东西吧。全当钱，全当是钱。有两只，行，就剩他一个了。哎呀，刚好打不住，意志力，哎呦。弄错了，土毒的脑袋搞掉，胳膊也烂了，看他拿什么打。哦，这是背刺，哇，他还有个背刺技能。还有把枪捡一下，出门就是他能从这儿打，我却不能从这个地方往里打。还真不行。走在那儿把点儿用光了。I can do this. 他把那儿的玻璃搞掉了，
但我从外头没线儿，画不进去。他是怎么跳上去的？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，他就能跳上来。Heading out。真有点过分。怎么走都没有上面两个快。太不要啊！这儿有个梯子，哎，不是，这梯子是里面的呀。他这个往上跳，怎么都觉得是个 bug。走到。走到这儿可以打了。Aiming。Target hit。断躯干，这只也太特殊，顶着墙就愣跳往上去，没辙。有这点东西可以做那什么，做几只最普通最普通的，一二三四，哎呀呀呀，不对不对，载具我靠，五天才能做出来，天，做吧，咱直接把这个地方敲了吧，这个巢穴给他。夜长了梦多，升级。加伤害，减精准，这两个配合起来。
东西的揍，把这个玩意儿给它降一降，摧毁巢穴。我在考虑怎么用那个牧师之眼过来控制一只，也是下回合才能操作，然后让他们互相残杀倒是可以，到时候我们试吧。哦呦，好黑好黑好黑。消灭所有孵化哨兵，他这种图不太好找掩体，地形太乱。Target in sight. 发现了，看着黑，但是不是只是假象？好吧，大家往一块儿堆儿聚。On the double. 正面有敌人，只要我们先动手，都没问题。怎么发现的？这是一片黑，这是什么关系？四点意志力，往前走一步看看。里头乌七八黑的，而且投掷的真是很近。没点儿了，发现了，那儿还有一只，这个地方太复杂了。这个货确保。Moving now.Ready to fire. 这有可能打在盾上。Took one down.他得要一个掩体。I'm going. Ready to fire.
非真是没法说。他在这儿，谁都瞄不住。但这儿可以打。打完枪了，然后再挪一步，可以。哦，这边还有啊，不过这边的不去惹他们没关系。但我打不了那边了。哎，刚才还能瞄的，在这儿不行，在这儿可以。Attempting to acquire target. 打在盾上了。Looks dangerous. 他阴影里还藏着一只呢。盾牌损坏。Moving.Ready to engage. 这片黑雾吗？什么情况？没有闪光弹这种东西。What's our plan? 肉身探头。Heading out. 发现了，就他一个。换人。打一只会触发这个货吗？试试。It's hard to shoot like this. 一下打不烂，两下可以。Hope I don't miss. 看来是不会触发。片黑可真是个事儿。Preparing to fire.集中火力打这两大。
害怕。两个心灵控制，这儿还有一个。你看那边先别管，我们这三个人得调过来，搞这边的。一个人得把他打死，另外几个人把这些小虫打下来。太黑了，必须这个回合打死他，打不死就得撤了。Moving。这儿还有，但挺远，挺远。他过来是打这个。这儿黑暗，真是。坏了，大事了。盾上了，这又是在哪儿？真是乱七八糟。不该。那边那个够远。Identifying target.准头还是有的。Targeting。That was a kill。
黑暗要持续多久？在这中间，嗑药没点。下回合打，把两头一口气全打掉。Moving out。啊，这儿还有只没杀的。虽然远，但确实是忘了杀了。好吧，我们先把这两个。那远的甭管了，先冲他。他这个位置刚好是只能打一边。Moving out。一边就一边吧，先打这个。这个货得往回撤。炮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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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挪回来。黑暗之中还绕圈，炮手过来，
Ready to engage.真黑，行了。怪物一般，这个黑真是大问题，这么曲折还黑了吧唧的。消除一点，现在是7%，打一场出来存一下。刚消完呢，我们可以往远点走了，这点事件刚打完，我们就先打做远的任务呗，近的再回来做。现在我们这点小地方不着急了，时间方面我们在生产飞船花的时间非常的多。秘密兄弟从这个避难所中撤离出去，且最好不要引起太多注意。哎，可以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利用那个幻影拖延时间，重要是救人。救他出来，在这儿一开始他就能操作，哼，那只要说第一个回合别让人干死就行了。哎呦，等等，硬往出冲，不让人干死，或者是这游戏潜行元素也不多外的，试试吧，大不了重来。然后让这个货躲在这里，剩一个 AP， 躲在这里剩一个 AP， 剩一个 AP 就行。意志点数太低了，然后其他人去牵制，对，来这儿做牵制。看看情况，只要他一下不死。My life for our cause.For the faith. Cleansing fog.
parts. 满地的虫子尸体。Opening fire. 结论是不行。好吧，重来。他这种任务失败的话，你要是出来，而且他那个还不能取消，不能重新，不能重置。你如果出来的话，他这个自动存档就会存到失败的那一瞬间。所以你想再做这个任务，只能别出来。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别出来，失败了也不别出来，直接强行把游戏关掉。然后进来的话，档就在战斗之前。否则的话就存在战斗之后了，而且还失败了。小心一点，出来反正手动再存个档，这就不用担心它这个自动存档的问题了。所以到头来它这个实际上没有什么潜行不潜行的概念。哎，它的位置也是很迷呀、啊，随机的，哎，位置随机的。甭管他们，走，别卡住干嘛？大堆的敌人，这个时候按我的想法，用一个影子救是救不下来的。而且人家是拿喷子为主，咱这些武器也不能把人家怎么着。打腿，不算是杀他们。那边还有一只，Let's go。Preparing to fire。这个货站这儿吸引那边的火力。Moving now。吸引一点火力。站这儿 ，Let's go。Aiming。哎呀！这叫什么情况？
死。那边还有一个人，那边。打腿。他还行。不行。他想打这只，这边是没视野的。For the faith, a moment of revelation. 也可以啊，这个货没打着腿，但是他撤了，打伤了，回去医疗去了，一步过不来就行。打他们没难度，重要的是怎么撤离。这个图随机的也很重要的。Cleansing some corruption. 哦哟，但手枪不至于一枪打死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Receiving loud and clear. 就第一步能撤下来，他就走了。Running. 就两回合的事儿。Moving to position.但你说完全不动手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才能显形出来。不停的等，但本游戏敌人的视野什么的没那么明确呀。他们那边也没死人，对不对？不得罪吧。不怎么得罪吧，八百的经验。你看他那个经验等级也不是按你输出的，确实应该是按等级分的，他也是不太准。兄弟守护者。带着平民，这也是个任务来着，救他的兄弟。他的身体发生了很多轻微的变异，必须了解法比奥对此有什么看法。这样的话，这算是个系列任务。存盘，存盘，存盘，求稳。现在我们这小地区也就算了。只要突然别在这儿出事，这往回飞可是困难了。
资源，嘿，因为资源不足不能扫。这回算是有资源了吧，来。精疲力竭没关系。现在一支部队有点捉襟见肘。等那只船出来。两支部队，一支部队在家里转悠。另外一只千里迢迢救不了。这场我们可以就是有点疲劳了。不考虑疲劳的话，我们可以通通的上墙。Receiving loud and clear.他往外走。Repositioning, prioritizing speed. 要视野。Here. 往上。哎，你说从这儿能跳上来吗？可以，哎，现在不会失败了。甭管他们，反正我们先上去。这货是上不去的。过来拿东西。Moving to coordinates. 两个高台，下回合再跳。伤害太高了，他们现在。虽然是有点累了，但是四个高台狙，这是跑不了的。而且他站这个位置，往这走一步就能打我，不行，破树。Keep my eyes open. 没有潜行伤害，他可以连开两枪。
另一条腿。哎呦，抱脸虫。箱子不重要，抱脸虫有点麻烦。滚。你走得动吗？很执着的把箱子敲了，原地未动。蹲上了，没几只。抱脸虫，等等，一只咱自己过去就能搞定，怕是不止一只。Moving to position. 200多滴血挺厚。Target missed. 够不着。Holding position.抗眩晕，不稳的，稳。他还能动地，just a bit off. 居然我没有打他的视野是怎么搞的？我可以干掉一只，然后往回撤，剩下打头就好了。Moving now. 他抱也是抱在这儿了。
vehicles.枪，不过有这个精准加成，够。哎，喂，什么情况？用医疗包他就用不了炮了。Missed. 用不了炮就行，别死人就行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刚才居然是没打到。确实疲劳成问题。升级训练。这个货训练的也拿狙。反正他的技能不太好。击杀一个敌人将为盟友增加一点的额外。一点额外的意志力。现在不转职的话。看转了吧。没有他的力量是足够的，所以这样这种组合没问题。制造方面，哎，这五天他待在这儿没辙。这两个都点了呗，这两个被动不错的。六级技能，再升一级七级满了。再点不是我们队里的，不是我们队里的，不管。现在先不管。要打是不打了。来这儿区域扫描一下。往回走，休息一下。行。待会儿开始做这个。研究扭曲的龙卷风飞行器受到40点伤害。
在得回去休息。回去休息，顺便交这个任务，然后在这边溜达。这儿有点远。Research complete.净化手雷，燃烧弹。对你的飞行器进行紧急维修，这个飞行器的血量。修了吧。二换十换一点。现在我们有钱，有钱基地方面，食品工厂，别停，继续食品工厂。反正这五天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可开销的地方。要三的电力，那是不够。宿舍还是坏的。什么人也不顾了。回这个地方休息一会儿。哎，等等。维修，过来把那个兄弟任务交了。好好的休息休息。把这个任务交掉。他的兄弟从教会抢出来的。身体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突变。不需要我们救援，因为是他自愿加入教会的。为了学习控制自己的力量，他之所以愿意和我们一同回来，回来传教来了。十分感谢我们特工，虽然我们道路截然不同，但能找到他就是好事。家人的义务，我们永远都是兄弟。那这个任务给的奖励不错。这儿存档，有点怕他们的进攻，咱们往这边来。Scan complete.
外交任务都接受。路过就做了，咱也是不怎么挑。哎，那边的扫描也结束了。结束的话，这边来个扫描。15,700，巨多。精英士兵我们也不要了。现在是有钱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关于这个第四个，这个东西造的多一点，是不是制造厂造的多一点，我们制造速度是快一点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堆几个制造厂，好贵呀，好贵呀。第四个老老实实的再建食品工厂算了。食品工厂便宜，把这个地方打下。只要不是那种山洞，现在咱没什么可挑的。